我给大家讲的是 Python 基本数据结构列表。列表的话，我们总结有大概四个特点。那第一个是有序的集合，第二个是通过偏移量来索引，从而读取数据，第三个是知识嵌套，第四个是可变的类型。下面我们通过终端模拟器来看一下。首先，我定一个列表。第一个是，它是有序的集合，因为它是按照顺序来进行存储对象的引用。第二个是通过偏移来索引，从而读取数据。假设我要取，最后一个数据的话，那就是 A 负一。第三个的话，知识嵌套。下面我嵌套一个列表。然后我输出一下列表 B。第四个的话，列表是可变的类型。我现在修改2这个值，把它修改成7。再输出看一下，2就变成了7了。下面我们开始讲列表的切片。首先进一下终端模拟器。列表的切片的话，主要是分为正向索引、反向索引和默认索引。下面我们先看一下正向索引。首先我定一个列表，里面的元素是1、2、3、4、5、6、7。第一个的话，正向索引的话，它是从左向右进行索引，比如说我要取1、2、3、4，那就是从第0个开始，取的第4个，它的步长是1。反向索引的话，我要取7、6、5，那就是从最后一项开始作为起始点。小于负4，然后步长是1，步长应该是负1，因为它是从右向左。第三个的话是默认索引，假设我要取2、3、4、5、6、7的话，那应该是从第一个开始取到后面，我省略的话，就是列表的总长度。小于列表的总长度。我还想取2、4、6的话，那就是步长再给一个2。大家看一下。下面是讲列表的添加操作。我们对方法进行的归类，也是方便大家能够进行对比分析。首先进入终端模拟器，第一个是用了运算符的加号，它的特点是生成一个新的列表。我先定义两个列表对象 A 和 B。然后 A 加 B， 它其实是生成一个新的列表对象，而第二个是用的列表的 extend 的方法，它是接受参数并将该参数的每个元素都添加到原有的列表中，它是原地修改列表，而不是新建一个列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调用 A 对象的 extend 的方法。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A 列表对象的地址，等一下方便我们查看它的地址是否已经改变。然后我调用 A 列表对象的 extend 的方法，然后参数传入 B 对象。
我们输出 A 列表的值，再看一下 A 列表的地址是否已经改变。这样来看的话，它和之前的引用的地址值是一样的。下面我们看一下列表的append 的方法和 insert 的方法。append 的方法是添加任意对象到列表的末端，它有一个位置的一个概念，只能添加到列表的末端。而 insert 的话，它是可以让我们任意控制插入的位置。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新建一个列表对象，然后调用列表对象的 append 方法。我插入一个数字4，然后来看一下，它就是在末端已经被插入进去了。我还可以插入一个列表。大家看一下，它已经插入进去了。而 insert 的话，它是可以控制插入的位置，而不是上面那个 append 的方法，它只能在末端插入。比如说，我在第二个位置里面插入字符 AB。大家看一下效果。下面我们看一下列表的修改操作。修改列表本身只需要直接复制操作就行。左边是需要修改的列表元素，而右边是对象。现在我们看一下。我先定一个列表 A， 然后我需要修改列表 A 的第二个元素，把对数字2的引用修改成字符串 Python 的引用。这样就已经修改好了。下面我们讲一下列表的删除操作。通过下面三个方法，我们可以相互对比一下，加深我们的认识。第一个是用 delete 方法，主要是通过索引来删除指定的位置的元素。首先，我们新建一个列表 A， 然后我删除列表 A 的第一个元素。这样的话，第一个元素就已经被删除了。第二个是用 remove 的方法，它是移除列表中指定的值的第一个匹配值，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则会抛出异常。下面我们删除元素4，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列表里面有两个元素都是4，它只是找到第一个匹配的值。下面我删除一个在列表中不存在的元素，比如5，它就会抛异常。然后第三个方法是用 pop 方法，它是一个出账的概念，返回最后一个元素并从列表中删除它。假设我调用 pop 方法的话，这样的话它就是把最后一个元素返回，并且从列表中删除。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五个列表的成员关系。主要我们通过 in 和 not in 来判断一个元素是否在列表里面。它返回的是一个 bool 类型。对 in 操作的话，如果元素在列表里面，它是返回的是个 true， 否则的话返回是 false， 而 not in 则相反。下面我们看一下。首先我定一个列表，然后我在判断元素2是否在列表 A 里面，它返回是一个 true。我在判断元素5是否在列表 A 里面，它返回是一个 false。然后我们再用 not in 来操作一下。5，看一下元素5
是否在100A 里面？它返回是个 true，因为元素五它本身就不在100A 里面。下面我们讲第六小点列表推导式。先介绍一下第一小点的结构吧。它最左边是表达式，中间是迭代变量，右边是迭代器。看下定义。首先定义迭代器里所有内容，每一次迭代都把迭代器里相应的内容放到迭代变量中，再在表达式中应用迭代变量的内容，最后用表达式的计算值生成一个列表。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需求，比如我们要生成一个包含一到十的列表，下面可以用下面两个方法来做。先进入终端，首先我们用列表推导式的方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滤取方法，它是返回，它是生成一个新的列表，其实列表也是一个迭代器的概念，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它返回是包含一到十的列表。第二个的话，我们直接用滤记方法来生成。滤记方法有点像字符串一个切片操作，它有三个参数。第一个是起始位置，第二个是终止位置，第三个是补偿。假设我们补偿没写的话，默认就是一。再看第二小点，第二小点的话，我加入了判断语句，概念是只有满足条件的内容才把迭代器里相应的内容放到迭代变量中，再在表达式中应用迭代变量的内容，最后用表达式的计算值生成一个列表。下面我们看下需求，要生成包含一到十的所有奇数列表，我们也可以用两个方法，第一是用滤记方法，第二是用一个列表推导式。思想是，判断奇数的话有两个方法，第一是对二取一等于一，第二是它们的间隔是二，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那补偿就等于二。第二个的话，这样结果就是我们想要的。下面介绍一下，第七小点列表的排序翻转，主要是用了 sort 和 reverse 方法。先看一下排序，它是直接修改原列表，它的返回值为 none。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终端里面，首先定一个列表，然后，我调用列表的排序方法，然后再赋值给一个变量 b，大家看一下 b 的内容，b 它的内容是一个 none，我们可以通过 is 语句来进行判断，看看是不是 none。果然是输出了，我们想要的，我们再直接输出一下，列表 A，它的排序已经是从按照数值从小到大来进行排。第二个是用了列表的翻转方法 reverse，它也是在原地进行翻转，返回的内容也是 none。比如我们再进行翻转一下，然后看一下 B 的话，它输出也是 none。我们再输出一下 A 变量，A 列表，它的结果已经被翻转了。